1, 2, 3, 4.帅，缺个杨姐。这人要跳海了。跳海。有猴子闹海是吗？天，月亮，王小镇，还有这个男，还有那个帅气的他。我们的海岛之旅开始了。小杨。太搞笑了，我穿这个鞋不太方便下坡，挺可爱啊。我就这样光着脚下来的，委屈你了。对，太幸福了。这袜子回去我帮你洗了。不用，这个袜子回去拿给你放在你包里让你珍藏。哇哦，这个海边的餐厅好浪漫呀。猴哥怎么那么会选呀？哇，你们怎么才偷小卓？对，小卓小琴。谁懂啊，夜里11点我真饿了，太饿了，顶不住了，海鲜消化的太快了，没有办法。时间是11点不到，他们都说你壁纸是我。那当然了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我俩。那前面那人是谁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岛上开个火锅店还挺不错的。这个岛上我已经观察过，没有火锅店。那你留下来吧。那你呢？你留下来，我就可以在这儿。今天是我们来花鸟岛的第三天，也是我穿衬衣的第三天，这衬衣就没有换下来过。我点一首歌听听。啊，可以啊，你要跟我一起唱吗？啊，可以。请你给我可见未来，共你当天真的深爱过，怎舍得放开。哇，猴哥唱的真好呀。得到我完美的歌喉了吗？特别好，奖励一个亲亲。又下雨了。这个场景有效吗？这个东西有效吗？终于要回北京了，终于要回去看草莓了。草莓一直在家里待了4-5天，我们全部靠摄像头看草莓的。这次终于回去能够好好的照顾草莓了。我们北京再见吧。